年轻有为的饭店接班人。罗经理早。大家好，我是高盛大饭店行政助理经理宋立行。准备好接受今晚挑战了吗？认真努力，要求完美。花怎么会不够呢？你看我拿这些东西了，就是滥竽充数。他的心里守候着一个女孩。这十年流到哪去？为什么你都要拼命的消失？纵使遭遇重重阻碍，你最好跟他划清界限。我不会。我知道你反对，但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他依然勇敢追寻。幸福蒲公英，4月8号起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一电视综合台。